是咱下晡伫即个音乐记录的中间两个重要的转角。台先咱来邀请吴盈仪董事长，伊是目前新台湾智库的董事长，嘛是前行政院的副院长。咱今仔日特别欢迎伊，要用台湾经济发展的公平甲正义，用即个题目来和咱大家做伙分享甲鼓励。就是来请吴盈仪董事长。平安就好，今日真欢喜来参加这个公益甲和平的音乐祈祷会，为台湾来祈祷。今日要向大家报告，我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的示范，甲大家共同来分享经济发展的目的。经济发展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来提高即老百姓生活水准。就台湾即个最近政府公布讲，经济成长率差不多高8%，但是去年前年拢真低，其实这是一个经济变动啊，原因低。啊，那就即个平均啊，平均每个人。经济方面中来表达讲，每个人的所得偌济，那照这个一般的所使用的这个国民生产保养的每个人的所得，咱台湾是这个时阵啊，大概是18,500的美金。啊，那用这个另外一种算法，就讲用这个。这 PPP 就是讲这个叫卖力的这个，就是讲搞这个物价各种的时候，就是算作为一种新的算法。咱台湾的这个平均每个人，用 PPP 上面是34,000美金，已经是世界的11名。啊，那用一般的 GDP 每个人是世界的37名。无论是用对用的算法，改善讲台湾的经济世界排名真头前。但是呢，经济发展较要紧的，就是要顾着这个，这个今日的主题公平正义啦。这钱变作公平，所以一般咧讲经济发展有三个核心的阶段，一个是希望经济继续成长，啊，一个是希望这个成长的结果。大家会当公平来分配，啊，佮另外一点啊，真要紧的就是讲，即个环保，即个生活的即个环境，啊，你像咱最近咧讲即个复工石化，啊，你若即个结果生产的结果，你借着经济即空气的污染，安尼对咱的整个经济并无什么好处，所以真侪人对即个计划。意见，所以就是讲经济发展一方面，咱希望咱的所得会当继续增加；一方面，希望即个增加的所得，大家会当较合理的分配。啊，佮同时啊，会当顾着咱的生活环境，安尼是啊，双三个甚至会，即会当讲经济发展的目标。但是，咱来看咱当前到的经济经营是安怎？咱的经营是有几个吼，即个统计数据给大家参考。第一个啊，咱台湾的即个所得分配愈来愈恶，愈来愈无平均了吼。咱来看，最近公布的数据，咱台湾人根据政府规定的所谓即个上下人的家庭，伊的户数是拢总最新的资料是。104,500，人口是208,000，200,000，啊，这个数字比去年较增加，就是讲上下人啊愈来愈济，吼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讲一个所得分配恶化。第二点，有钱甲无钱的差别愈来愈大，哦，这嘛是
一个政府主计处公布的数字，咱上有钱的20%的家庭，甲上无钱的20%的家庭，去年的资料是差8.1%，上有钱和上无钱20%的这个比例，啊，这个比例嘛比前年更加增加，哦，更加增加。啊，搁另外一点，就讲咱若根据这个报所得税的资料，上有钱的5%甲上无钱的5%，拢总几倍呢？拢总66%。上有钱的啊，上悬的所得的5%，甲上哦上低5%，66%，这嘛是比一年前、比10年前同个更加恶化。哦，这主要代表讲咱台湾的经济啊，虽然平均是愈来愈好，啊，但是呢，这分配愈来愈歹，有钱的愈无钱，啊，无钱的愈无钱。啊，搁一条信仰的，我想这个社会，你若无工作是，你是真歹过日子。啊，咱来看咱的信仰的，那个信仰路啦，这个详细的财会的主要。所以政府是讲，我差不多给5%，这是政府算的。其实政府最近一年也为8亿的钱用来补贴这个工厂，你若去请起来，一个月给2万，请政府出钱，再差不多10几万人是政府。所以这个物啊，伊若停开，啊就无法的哦。啊，政府因为公司为了啊，这个免钱，等于其实是等于补贴公司啦，啊来增加这个就业。啊，遮若来哦，遮总好老咧算有就业，但是若照吼，即个啊，政府公布的数字，失业率应该是6%，6%的数字多滴呢，等于差不多70万人啊，70万人，啊，若甲伊的家庭的吼，伊那算算差不多100万，各位，这100万的这个家庭的，无空缺。即卖现代即个习惯，咱古早会使讲农村的时候，我若无工作，咱拢等于厝，我伫个一箱地一地碗，可能有啥物影响？啊，即卖即个社会是无钱，啊你无工作，啊你要安怎？根据即个资料，平均失业的时间是7个月，啊其实有人几啊年无头路，啊就无头路啦，变乱，所以咱的人看古早啥物烧炭自杀的啊，其他。经济的社会问题愈来愈严重，啊，内面呢，15岁到24岁少年，伊的失业率是12.8%，意思就讲，被这个少年的一个无看重，被这个少年15到24岁一个无看重，啊，这少年结婚毕业，他可能哦，伊嘛是结婚还是无结婚嘛，无因为需要的，啊，少年就无头路，伊无路是为了做歹代志。所以这嘛是一个真严重的哦，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平均的失业的时间是29.8%，等于7个月，我来讲7个月。这个数字嘛是看的，应该是比过去讲来讲较严重。啊，这个失业咱讲啊，咱台湾即马经济哦，世界拢无好，啊，即马经济拢更加好看。但是呢，咱这古早咱台湾的这个亚洲的四小龙里面，讲上好的，啊，若照失业来讲，咱台湾即摆上差的。台湾失业率我拄仔讲6.3%，就是照政府公布最新讲4.7%，但这数字是无正确，因为这里面排除啥呢？讲你现在无工作，啊，你无咧找工作，但是呢，你随时拢脑空的拢会当去做，即个数字讲。啊，排除，即差不多10几万人啊！我你即摆无工作，啊，虽然我无咧找工作，但你若有工作，我随时要来做。哦，啊，即种诶10几万人，即大咧吼，拢种6%吧。啊，香港4%，韩国3%，3.2%，新加坡2%，意思讲甲中国愈接近诶，失业愈高。是安怎？中国即摆有7000万人是。啊，即个吼，台湾生意人为着工资较俗，拢走去中国投资。日本嘛同款，韩国嘛同款，咱台湾上严重的，即个我等下我说。
所以这个亚洲的四个国家里面，人讲四家零啊，或者台湾拢排第一名，即嘛排上尾啊名，即嘛是咱台湾失业率增加的问题。另外，因为失业的人数增加，所以工资减少，不是增加，是减少，是这个工资啦。包括讲，三地区2万2000块，这差不多十几年前就2万2000。